背部在做的时候，做身体尽量放松，然后让它滚，不要用力，要体适能为主嘛。所以在伸展的部分啊，柔软度啊，或是这些，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包含到一些运动按摩，它还有一些运动后的保健。是。那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利用，像下雨天的场地不足啊，我们就把这些观念传导给他们。对。像你比如说，像做这暖身动作的话，可能要做多久时间呢？基本上的话，要针对他们一个部位，然后在做的时候，你针对你的，比如说我这里很酸，然后时间没有一定，对，对，然后自己去调配，是。